现在从那个刚刚站的那个山头上走到教堂这边来了，可以更近距离的看一下说的这个像刀削的这个山体一样。你看看这个山，这样可以像不像大象的那个皮肤干裂了以后一层一层的剥落下来了，这是自然奇观呢。远处也是海天一线，这个山也是绿油油的。如果光看山呢，感觉像到了瑞士一样，没有这些岩石的话，多么的绿啊。